那么多，确实狠啊，这确实美人计。这是什么游戏？三国杀，杀一下，闪，再杀，烽火狼烟不是，万箭齐发，走错片场了，不好意思。群都炸了，水友群炸了，这也能炸呀？没办法，杀完我们只能回家，这属于没招了，兄弟们，只能杀完回家。모든상황에대비해没事，让他们管一管。这你都没杀死啊，兄弟！哎，这炼金这样式走的，你都没杀掉啊？你可真是弟弟呀、啊！群里有人开车就开车吧，哎，无所谓的，一会儿会有人管的，不用你管着了。这是广告商他们那边建的群。正常来讲，那群不应该让人说话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属于什么呢？这把要没带传送，没带点炎就老大优势了，但这把带了个点炎，优势不算很大。抽一下，平 A， 平 A， 一 A， 平 A， 点燃接抽，好踹！啊，炮车！还好啊，回家了。这把要不要出女神之刃呢？得出啊！得出。他们家这把，我们需要一个影魔刀。嗯，哎，卡住，不让他进去。
抽一下，四个药，平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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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 A 八方的双抠，吃药，哎呀，还行，哎，小兵把他 S 漂亮炮车，我给你记一功。玛丽三打亚历科技，我给你记一功。这个炮车给他记功啊，兵线还可还行。再抽一 A 打法就平的驾，哇，你这等级也太高了，兄弟，我都没升你六了，这把蜘蛛四级他六级，我们家这打野可以啊，这等级有点吓人呢。这一波我跟你们说啊，首先先在这等一下子，看一看这炼金到底升没升啊，炼金如果没升我们把他杀了，看他升不升啊，看他升还是不升，抽烟来，好，他没升死了，来直接一出二套点烟 W A 带转闪现一个抠，哎，他那个背没背吗，浪费了我一个闪现。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。靠，这兵线推不进去了。적이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。不推了。不推了，不推了，不推了，放这儿了。再推要出事儿，炼金肯定是推线的嘛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线出不来。我决定把这多兰剑卖了，这把不能卖药，这把卖药对线杀的炼金杀不了。他们这都挺平稳的，我一看呢，就俺们上路有优势，而且这把跟其他路没关系，是我们上野的玩的游戏，跟他们没关系。这刀锋也不赶快人，大头也不打推线，下路也不干。모든상황에대비해아까보다还杀了，哎呦漂亮，来我来接你，这炼金还能杀，因为这波他没有大招了。好呗，我长不长，我推了这波炮车兵，外加对面炼金有传送，不推了。正好我们上线，他把兵线推过来，然后引马过来把他杀了，杀完以后我们推高地，不是错了，
推一些他啊，正好上来推一些他。但是银马没选择上来，银马觉得这炼金不是傻子，他这么打完峡谷先锋再往上走一定会被发现。那我们就空一会儿，正好大招他也没好，那蜘蛛有可能在草丛里边蹲我们，因为我现在太肥了，他俩非常想杀我，那蜘蛛不可能啥也不干啊，蜘蛛搁下路呢，蜘蛛搁下路呢，那就随便打吧。30秒有大啊，等一会儿。跑的还挺快，逼我啊！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我想问一下你在等什么？嗯，你在等什么？你在等你的176，这波卡兵线，是他三层塔皮。应该能直接拆没，我觉得我三项拆的太快了。 OK， 刚好回家650、850，舒舒服服。水银海影魔刀加大影魔刀，黑切回不了血，加上一手魔钟。30秒有小龙，正好我们大招跟小龙同时好。嗯，算了吧，我再收一波再下去吧。他们感觉也不能太开龙，那银马能回家，应该能帮我们顶住。所以这波我们先上路，先收兵。不能让这炼金白收了。好，去下。哎，去下之前打他一个红。好像你能打过我一样，抽死的！你知道我有多少魔抗？我107点魔抗，那蜘蛛0-1，炼金0-8，1-8，打都打不动。小龙吧，哎，小龙，你们去小龙，我去上龙。蜘蛛搁中呢，没关系，没啥玩儿了。他俩打也打不过我，那都不敢上，没事儿。
推吗？不敢推，不敢推，我们继续推。哎，漂亮啊！这红 buff 漂亮，连红 buff 都是我们家的，你怎么跟我玩啊？回家。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这边有点狼，蜘蛛可能在。算了，不给他们机会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不给他们机会，一点机会不给，一点点机会也没有。来个黑切。哇，银马，这把银马打的确实不错。峡谷我先去上路收线，收完线我把峡谷打了，别着急啊。这玩意儿挺烦人的，其实我一开始没想杀他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我一套打不死的，不合适。嗯？亏了，我这大招浪费了。给我呀，也行吧，给我那我就没办法了。主要我们打到他跑，他跑呢我们就得追，我们追呢他放个泥巴我追不上，我得打他两套我能把他打死。来，这蜘蛛啊！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。把他红打了。炼金无非就是带嘛，带完有人抓他就送，咱家也没有杀人书。有没有跳弹看一眼啊？有跳弹可以。减速减的有点多呀。谁的龙？我们家的龙。减速都走不动道儿。
这样啊，他不是一直带吗？我们这波啊，不理他了。啊，我们这边直接不理他，直接硬上。他们家没有三个人，没有四个人打不死我，大头搁下路呢，没关系。我先草丛里边蹲一手。没四个人打不死，没用。那都没伤害，那金克斯000，不加了。我这先黑切吧，魔切咱也不着急。我其实觉得我应该出一件春哥，这样我就无敌了。春哥加个魔切。仙春哥他们一点机会没有，一回他们也杀不了。这把17-1对面都不挂机呀、啊、有时候他说他心态好吧，也确实还挺好的，有人说他差吧，也确实挺差的。我们送了全队的人头。你能不能别带了啊？你大爷的，带个屁呀、啊、1-11还带，你有病是吧？这么能送呢？1-11还搁那带呢，还